走了一个 block， 发现了这辆。我先拍下外观。App 建议是拍一下，如果有损伤的话，到时候也好解释。OK。Free street parking, insurance included. Well, Lampard, 一分钟多少钱？我真不知道，查一下。这边就是 Space Needle， 那边还有个琉璃什么玻璃博物馆。It's cheaper, not by much, but Lime doesn't offer a cheapest per minute rate, 40 cents. If you know 40 cents, 可以吧？试一下吧。我现在要去那个Computer History Museum， 可以用一下。Unlocking， 开了。一分钟一毛钱。是啥？哦，就如果你中间暂停的话，一分钟只要一毛钱。外观没有什么损坏吧？刚检查了一遍，应该没有什么损坏。有点尴尬，这个没有提供放行李箱的位置，但确实是可以坐四个人的。我倒是不清楚该怎么坐进去。OK， 车内的空间还是比较狭小。行李箱里放两台电脑。进来了，哎，坐进来感觉空间挺大的，真的是小，后面根本没法坐人，我觉得。调整一下。竟然还有放，哦，这被锁住，竟然还有个放手机的地方。挺好的，走吧。
充上线了，是吧？可以充一下电。老子把它提供给你了，充电的接口，挺贴心的。果然是比较错的。Computer History Museum。开过去。7分钟。Head east on Thomas Street towards 6th Avenue North, then turn left onto 6th Avenue North. 这我用钥匙真的很难开。先不说了，我要走了。看一下医保票，医保票，外观还可以哦。好。